心 show 現在開始，有請我哋嘅主持人肥姐沈殿霞小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亦都有請兩位公益少年，就係嘉樂仔同埋天明。Hello， 葉柏典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各位觀眾，咁雖然我哋播映嘅時間咧就改到夜晚嘅八點鐘，但係 rating 咧依樣非常之好。咁上一集咧平均嘅點數咧就係32点，即係表示全香港收睇人數咧佔到89%嘅。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謝各位對我哋嘅支持 ，thank you。多謝，多謝。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我哋，繼續買多啲公益慈善券啊！咁我一定會全力以赴，一定會做到最好嘅。冇錯啦，今日大家買公益慈善券咧，可以入嚟同我哋一齊玩遊戲，兼且有機會得到。粉岭陆游轩面积878尺，豪华住宅单位，价值221万1000。今晚咧就会同大家玩两个新嘅游戏噃，不如咁啦，首先啊介绍我哋今晚嘉宾出场先，好唔好啊？好。第一位就系越嚟越红嘅张家辉，嘉辉你好。咁樣跑出嚟，我唔敢承受呢個字眼啊！哎呀，繼續努力啦，一定會越嚟越紅噶嚇！好，多謝。第二位嘉賓咧就係玩遊戲非常之騰雞嘅陳妙英 ，Hello， 我今日唔騰雞嘅 ，Thank you， 台灣紅到嚟香港嘅似龍吳奇隆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聲大大一啲都唔惡嘅黃光良，上海仔，亦都係 Dodo 嘅好朋友，就係呂芳啦。大家好，非常之玩得嘅大姐大裏邊嘅大姐大啊，就汪明荃啦 ，Lisa， 你好 ，Thank you， 多謝你捧場啊，希望各位咧攞多啲獎品翻去啊 ，1, 2, 3，Music， 白昼，傍晚。似龙，台灣人咧好熱情啊，見到咧中意攬頭攬頸啊，仲要八號風球先約朋友去街嗰只，係咪先？係啊，係啊，我知啊呢件事啊。啱啱好八號風球先去放假，咁一放假就出去，所以就一放假就約佢啦。亦都唔係，因為我搬咗嚟呢邊住啦，要買啲家私咁。咁你又唔揾我，我好多鋪頭可以打折扣噶噃，你點解偏偏要揾佢咧？係咪我唔夠佢後生，唔夠佢靚，唔好打我膊頭。你又唔早啲講，早啲講就同你去啦。耍太勁啦！好啊，咁啊，女方。女方唔好驚，冇事㗎。對唔住，我代 Dodo 撐住你。你鬧緊我同蔡少芬好熟嘅。大家有冇睇上一集公益金屋開心 show 啊？我跌咗 Dodo 即落地下。Dodo 即即場已經怪責我，你唔會怪我係嘛？究竟佢跌親有冇事咧？捽咗成晚嘅咯。冇事，有咩事啊？冇事啊！好快好快，三分鐘好翻啦。係。點解好快？錫翻定好快啊？使乜錫啫？捽兩下掂啦呢啲。你幫我捽啊？梗係我幫我捽啦，唔通你幫我捽咩？好嘢！陳雞英，你點解你叫陳雞英咧？我都唔知啊，你哋封俾我嘅啫。其實我查實唔係好騰雞嘅啫。你今日咧特別設計咗兩個新 game 咧俾你玩，睇下你到時騰唔騰雞。我唔騰雞，今日做足預防措施。好啦，咁啊，即刻咧就開始玩我哋第一個遊戲啦。不過將我哋分咗組先，好唔好啊？嗱，你哋就 A 組，你哋就 B 組。即刻開始玩我哋第一個遊戲就係公益開心投惡惡。公益開心投惡惡。好啦，咁啊 ，A 組咧就玩先。咁啊，阿姐你玩先，你揀幾多號啊？二號。好，我哋去二號嗰度先。嗱，你就要真係對準嗰個大嘅波，有隻鷹跌落嚟，咁啲食物跌落嚟，你就鷹咁飛落嚟，秃鷹咁飛落嚟。埋啲。阿姐，你想擘大個口？嗱，我數三下，你就要拉條繩。預備，1、2、3。啊，快啲接啦！快啲接啦！我唔多時間俾你接。哇！只隻煎堆好新鮮嘅煎堆，好彩唔係碎晚煎堆啫，咁都接唔到，真係慘啊！女方係四號啊，好。1、2、3。哎呀，接到！哎呀，接到！哎呀，成抽地提子嚟㗎。預備，1、2、3。哎呀，接啦，接啦！哎，好嘢！哎呀，接啦，接啦！
咁實。口要擘大啲，口擘大啲啊！啊，咁樣係啦，預備。係啦。一、二、三。等啊！你等啊！等一先。你等佢跌落嚟啊！你等下啦，嗱，等下。你企喺度先，我哋玩下一個。你等下先啦。等下先啊！我哋稍後再玩。意粉啊！因為咧，你知啦，因為我哋嘅錄影廠咧就非常之熱嘅，熱到呢啲嘢咧都黐住曬喺個波嗰度啦，唔肯落嚟。好彩你有耐性，你肯等，終於咧就食到一條面啦。咁你又贏咗啦嚇！好似我唔知有乜嘢㗎嚇，你慢慢等我。如果唔落嚟啊，咦？使唔使俾條圍裙你圍咗心口先啊？唔使。我穿著手都震。關你咩事啊？多口。得個黐字嘅啫。預備，一、二、三，拉啦！我有你啲。哎喂，仲有仲有仲有，哎喂，仲有仲有仲有，哎喂，仲有仲有，哎我都系我，仲有仲有，哎呀，你真系呀，冇嘢啦，喂，各位观众，佢腾唔腾鸡啊？腾唔腾鸡？佢嘢都未落嚟，咦？哎，你真帮你接咗喂，快啲快啲，走，你都走。喺心口度，呢個位置咁大隻坑咯，我係一個好公正嘅主持，你接唔到，不過都係你哋呢組贏，因為你哋 B 組有兩個人接到啦嘛。好，我哋睇下分數先，好臭。似都好似等到有咁有耐性，廖英啊騰曬雞咁啊，抵佢哋先贏一個嘅，揀獎品先。黃光亮揀到森美專門店送出嘅立體廚櫃及消毒乾碗機禮券，總值13000蚊嘅。廖英就揀到護膚品系列禮券，總值3000蚊。始终就揀到 Gillian 皮具系列，总值系5000蚊及现金奖5000蚊嘅。啊，礼物就揀咗啦，即刻开始我哋第二个游戏就系公益开心亲亲你。第一个回合咧就系 A 组嘅嘉辉就对 B 组嘅麒麟啦。嘉辉，你问问题先啊。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好。就系要你读三次入实验室揿紧急掣。入实验室揿紧急掣。一次。入实验室。按緊急掣，兩次入實驗室，按緊急掣，入實驗室按緊急掣三次都好緊急嘅啦。好得啦，吹啦，唔好再問問題啦。哎，哇，錯咗，唔錯，爭少少。好啦，而家現在調過來。除咗關永河之外咧，圈中仲有邊兩位女藝人可以成為你結婚嘅對象？邊兩位啊？兩個啊？兩個。好。肥姐。黐線。得得啫。你神經啊！你坐低重新講過，我話唔得。好。好，第二個。大膽。第二個。Lisa 姐。阿孫姨啊。啊，得啦。關係仲大啊。中咗啦！哎呀 ，sorry 啊朋友，都系我唔啱。sorry 啊朋友啦，啊我都有预感你会受死噶啦，真系啊！鬼叫你话结婚对象系我啊，你抵死啊你！啊，好啦，第二个。第二组妙英同 Lisa 姐都冇中到，大家都冇分，打和。跟住到决胜局咧，就系女方对黄光亮啦。如果有个好似成灰安咁嘅样嘅女人，非礼你，你会点做啊？打佢啦！打佢！好啦，答咗啦。唔喐嗰把声一路喺度嘅。
強啊！而家輪到你問問題啦嚇，開始。點解你咁矮揀個咁高嘅嘟嘟姐做女朋友？請講出三個原因。第一，我中意琴樹啦。第二咧，我中意著高踭鞋啦。第三咧，我中意啲人咧隻眼大過我嘅噃。咁你咪中意我？睇唔到噶，睇唔到噶。你唔使睇，睇唔到噶。你要憑你感覺嚟吹噶。你做咩啊？做咩啊？觀眾唔會俾貼士你噶。啊！你輸咗。兩組都係一個人中招，結果大家加200分噶。但係妙英嗰組依然領先100分喎，齊齊揀獎品啊！黃哥兩揀都，榮華餅家送出嘅真味 XO 醬禮券總值22,968元。妙英就揀到林寶堅尼男士服飾禮券，總值10,000元噶。始東再揀到日日珠寶送出嘅18K金鑽石珍珠首飾，價值23,000元嘅。家輝揀咗卓越化妝品批發中心送出嘅護膚品系列禮券，總值5,000元及現金獎5,000元。Lisa 姐就揀到 Go Rush 流行袋禮券，總值10,000元嘅。女方就揀到恒豐金業科技集團送出嘅24K 包金開心金屋一座，價值28,000元嘅。而上一集回應通嘅答案咧，就係4號嘅 Dodo 同埋6號嘅 Edmund 嘅。得獎者就呢位，我哋會有人通知你領獎嘅。想揾今集回應通估下邊個係冠軍，快啲打嚟90030998，今晚8:09截止，每次電訊公司會收取港幣1元服務費嘅。答中又被抽中咧，就可以得到現代經典專業婚紗攝影送出嘅攝影禮券，價值10,000元及現金獎5,000元，仲有流行袋系列及皮鞋禮券，總值10,000元嘅。哎，哇！你唔使講啊，唔使講啊，真。八號風球咁啊！你先啫，未得未得，咪住好，都動作先噶嘛，係嘛？哎，阿伯將兩個動作做埋一齊，烏龜烏龜。今晚新遊戲其實玩法非常之簡單嘅啫，只要你哋肯講老實説話、真心説話，咁肯定個波唔會喺你手嗰度爆嘅，知唔知啊？嚇，係咁啊，即係輪流啦，等等轉啦嚇。冇錯，一個講完輪到第二個，咁要認我主持人認為個答案 OK 可以過關，先至話轉到第二個。咁啊，每人就有300分底分。如果個波喺邊個手嗰度爆，嗰個人就要扣100分，明白未啊？揸住呢個黃色嘅病啊 ，OK。黃色嘅兵啊，阿姐，聽住啊！傳聞咧就話吳奇隆同蔡少芬拍拖，如果你認為是真嘅，咁你憑乜嘢話係真嘅咧？我覺得係真嘅，因為郎才女貌啊嘛，咁又有一齊拍劇，咁啊好自然嘅事啫。好，傳下一個。好，哇，俾姐滿意啦。我覺得冇停機，停機。講啊！我覺得蔡少芬身材好，吳奇隆身材又咁好，佢一定會中意佢嘅。OK， 好，係，我同你答案一樣喎。我覺得咧，因為一路都冇傳過啊嘛，咁今次係咁煲得咁行咧，就係真噶啦。喂，答清楚。咩啊？煲乜嘢先？咪煲到佢哋兩個一齊咁樣啦，我就。你兩個係咩嘛？一齊去買家私又成啊嘛。哦，算啦。係啊。誒，奇隆你自己講啦。我都係答啊。你覺得係咪有機會啊？我哋而家就幾好嘅，我覺得有機會發展嘅。咁啊 ，kiss 過未啊？梗係未啦，唉。咩啊？我唔信喎。我都唔信啊。繼續講。梗係冇啦。你話有啊？冇啦。好，扣1分，你就唔肯講你有 kiss 過。呢個天啊，係好公平嘅。啊！我又唔信你未錫過佢。你冇咁開心拍手，一陣輪到你。頭先咧個氣球咧就喺吳奇隆手上爆噶啦，咁喺吳奇隆就輸咗98分啦。女方到你啦，到你啊，你聽住啊，嗱，數圈中最中意講粗言餵語嘅藝人，成灰哀黃光亮，個講一個得噶啦嚇。夏平黃沾，係啊，姐到你啊，快啲啊，姐，喂，逼佢哋過嚟，逼佢哋過嚟，你話。咗啦，咁啊真係唔係幾好彩，你快啲講咗我就叫你傳噶啦嘛，咁又扣100分。阿姐話想講自己，但又講唔出口。啊，好啦，咁而家咧就第三條問題，我哋要換一個波咯噃，哇，呢個波啊，我覺得佢仲大過我嘅。阿 Ken，
面前啦。呢個問題就係胡數對方不是。數邊個啊？數邊個？時間起，你呢六個人裏邊啊？即係數對方嘅嘢。吳奇隆，你啊一嚟香港啊，你太靚仔啦，又野緋聞。傳啦傳啦，下一個下一個。哎呀啊！江仔哥你啊，你啊成日咁惡啊，搞到人哋成日以為我哋呢個圈咧好多黑社會啊，得唔得？傳 ，OK。我話佢咁騰雞就唔好出嚟玩遊戲啊！好啦好啦，傳啦傳啦。我哥兩啊，你啊成日話我矮啊，你自己咪仲醜樣，你醜得過我，你咪人嚟噶啦你。傳傳傳。阿姐呢個唔係啦，幾廿歲仲著埋嗰啲咁性感嘅衫做演唱會。阿姐。都唔敢玩啊！結果激到震嘅滕家英、嘉輝同埋女方咧就冇爆過波可以揀獎品噶嘛。女方就揀到聖爵皮具系列，總值5000元嘅。嘉輝就揀到雪肌蘭天然護膚品有限公司送出名貴禮品，總值5000元及現金獎5000元。妙英就揀到開你機靈星系列窗口式分體冷氣機禮券，價值12000元嘅。恭喜開心烏龜貼！好啦，咁啊開始玩遊戲啦！領哥嚟啦喂！領哥嚟！領哥嚟！領哥嚟！好啦，咁啊 A 组同埋 B 组咧，就每人派一个代表出嚟先。A 组派边个？滕家英。滕家英。Lisa。我
邊組最先到六分啊為之勝出啊！嗱，猜包剪答，決定邊個叫先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好，阿姐叫先。喂，唔好阻住阿姐，唔好咁啊！預備。烏龜烏龜跳，烏龜烏龜跳。哎，阿姐先走，輸咗輸咗受懲罰，一個啊！開始。烏龜烏龜跳。唔係你，我以為你淨係聽嘟嘟話啫，你連藤雞煙嘅説話都聽，你死啊你！我代嘟嘟打你啊！見飛車打㗎啦！真啊！真啊！係好，加快，加快到你，咩？係。喵醫師，好貴啊！你真係啊！啊！喵！烏龜烏龜跳。聽唔太慢啊！準備，好，我叫啊，開始。烏龜烏龜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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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烏龜烏龜跳。哎，唔得！你做咩唔喐啊，孫哥？哎，我已經好叻啦，玩咗咁耐。只腳趾咩喐咗啊？咩叫換人啊？你贏咗一攞啊！贏佢，贏佢。我啱啱講啊，講啊。我你啊！你爭。次次都問咁蠢又唔係？佢問我，我都唔知點解你會贏啊！真係啊！我公正天啊，冇眼啊！誒咩？開始，烏龜烏龜跳。嗌都冇嗌過，五比零啊！哎呀，再輸就冇噶啦嚇！讓咩啊？準備，開始，烏龜烏龜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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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呀！終於贏啦！你哋五個人邊個叻？五比一，五比一，準備嚟呢只先嚇我。哦，好啊。烏龜烏龜跳。喂，嗱，你唔得，你唔可以完全冇反應，起身一陣自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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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真係一。等下蔡少華打你啊！好，得啦，幫你到你。好，兩分兩分嗰邊。一二三，烏龜烏龜跳。烏龜烏龜跳。烏龜烏龜跳。呀！幫兩分好。烏龜烏龜跳，一、二、四比五，哇！四比五啊，四比五啊，好緊張啊，好緊張！唔好再講咁多嘢啊！你唔好出口術啊！要喐噶，好啊！出口術啦！好操 ，OK， 小心分 ，OK， 準備，預備，開始！烏龜烏龜跳 ，OK， 哎呀！先啊！預備。三步咁樣跳。嚟啦！真係唔好用啊！堅持唔好用。好啦好啦，好啦，好投。投完啦啦啦啦！想死啊！所以咧，我話俾你聽，世事就冇絕對，驕者就必敗。今次咧就係 A 組贏咗。真系估唔到藤雞英咁醒目，可以连赢五分。不过可惜啊，家辉仲叻，反连赢六分胜出。佢哋嗰种可以拣奖品噶。Lisa 先系拣到和记隆送出嘅潮州礼饼券，总值3000蚊。家辉就拣到澳宝沐浴露及现金奖5000蚊。女方就拣到永利路芙个人护理产品，总值5000蚊及现金奖5000蚊噶。而奖品囊嘅丰富奖品仲有富豪机场酒店送出嘅豪华套房食宿，总值8500蚊。FX Creations 流行袋系列礼券，总值10000蚊。而家我哋休息一下，一陣間廣告翻嚟再見。而家我哋今晚嘅新遊戲之一啊，咁玩法非常之簡單。當 A 組玩嗰陣時咧，我哋會抽三位現場觀眾咧，就加入 A 組呢個組合嘅，咁啊等於有6個人啦。咁喺圍欄裏邊咧就要綁條老鼠尾，就扮老鼠啦。咁點咧叫逐個捉咧？就限時15秒之內啦，就喺個圍欄裏邊走嚟走去。咁啊 B 組咧就會派一位代表出嚟啦，揸住個相機嚟到影。咁啊到15秒限時到嗰陣時咧，就一定要影到一幅相啦。睇下你啊，
鏡頭裏面影到對方幾多個人？鏡頭嘅朋友可以咧，周圍咧亦都可以一個夠全家。哇！擋住曬啦！咁尷尬嘅位置。不過咧咁樣喎，就連對方見到對方一條尾都當一個成員㗎，一隻手又當一個成員，一隻腳亦都當一個成員㗎啊！冇錯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就要比賽就嚟開始啦。B 組咧就派咗奇龍出嚟啦，做攝影師嘅。好。嗱，我數三下就開始啊！要俾時間指示。準備。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走啊！快啲走啊！哇哇！小心小心！小心小心！你先伸翻只腳出嚟先。一個走啊，遮喺嗰度。兩個咯，得兩個啫。冇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就輪到咧 B 組咧扮老鼠啦 ，A 組咧就派咗個女方高度適中嘅女方出嚟做攝影師。嗱，你最好就跳到高嚟影啦，咁就可以影到多啲人啊。嗱，我數三下開始啊，十五秒時間，準備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唔可以掂到佢，唔可以掂到佢，黃光亮。哎呀！啱啱冇三個啊！好啦，咁啊，而家睇到結果咧，就係見到阿光亮隻大手掌啦，但係手掌下邊咧有流網之魚喎。嗱，有奇龍對腳，有藤雞鷹對腳，所以咧就係影到三個人嘅。咁啊，呢個回合咧即係 B 組你哋輸咗嘅 ，A 組係贏咗嘅。看不出原來女方咁有計嘅噃，啱啱贏黃光亮一個身位，所以話唔一定要高先得嘅，揀獎品先啦。女方就揀到瀟灑去頭皮洗髮露及現金獎5000元 ，Lisa 姐就揀到時裝禮券，總值係5000元嘅。家輝揀到番禺香港野生動物世界送出嘅四人來回車票，連食宿及入場券，總值6000元。恭喜開心，默默食。咁啊，今次咧我哋啲嘉賓啊食嘅嘢非常之簡單，就係零食嚟嘅。食零食之餘咧，一有音樂響起咧，就要褪到黑線後邊，準褪到黑線後邊咧就跳芭蕾舞嘅。啲動作咧就要跟住阿嘉樂仔同埋天明示範嘅動作嚟到跳噶。嗱，我未開始叫你哋食嘢啦，唔準有所動作噶。咩？食曬舉手啦！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嗱，唔好盡量整落地嘅話，唔計數噶。冇錯，要食得乾淨。哇！阿姐，阿姐喺度食棉花糖啊！音樂跳舞。吞啊！全部吞啊！哎，食嘢，快啲！女方唔准估核啦，特登搣爛啲嘢，搣爛個蛋卷，好多碎喺台面，我唔計數㗎，話俾你聽啊！喂，快啲喂！檢查啊，睇下台面有幾多啲蛋卷碎啊，地下有幾多花生條。哎，跳舞！喂，快啲，快啲！得啦，得啦，其他嘢係啊，咁啊，行埋擠落口先啊，好激動啊佢，食咗成扎爆炸糖，快啲嚟做努力啲啊！女方你要搏命食先至得啊！喂，跳舞啊！我哋跳舞。
啊 ，Lizzy。好，快点，快点。汤好，一定啊，黑丝后面啊，姐，汤好。要凌空跳起啊！得我自己都行啦。咖啡唔准呕出嚟噶啊！快啲，快啲食嘢。哎，好晕啊！我都晕啊！哎，好晕啊！好啦 ，A、B 组开始搣花生啦。A 組食曬啲嘢未啊？家輝，如果俾我發覺地下你有嘢掠出嚟，我就話你要發大衣啊！發緊啦你！咩叫搣唔到啊？搣到嘅。睇漏睇漏。太好啊！睇漏睇漏。想嘔，我唔信，我唔知幾想食又冇得食，唉，真係唔得噶，我唔可以幫你哋噶嘛，加油，誒，記得舉手啊，一食完就要舉手。嘉輝，嘉輝食到成面酥筋嘅喂，舉手啦，好 ，OK， 等我嚟檢查一下，做咩啊？你舉咗手仲食，我當你犯規啊！好啦，我哋睇下 A 組，好，停啦停啦 ，A 組仲剩翻幾多先？等我睇下先。哇！咁啊冇辦法，我想話叫你哋俾你哋贏都唔得，仲剩翻咁多花心十幾廿粒，你爆炸湯咗好多喺度。唔止啊，唔止啊，仲有呢度。係啦，唔得啦，好啦，咁啊呢個回合啦，好明顯啊，就係 B 組贏咗嘅，好嘢。Lisa 姐食得咁斯文，梗係唔夠口大大嘅黃光亮食啦，唯有俾人追翻一個啦。好啦，揀獎品先，始終就揀到。天龙珠宝国际有限公司送出嘅18K金海豚钻石链嘴，价值3800元。妙英就拣到城市蒸馏水一吨，连冷热水机一部及现金奖5000元嘅。黄光亮就拣到流行袋礼券，总值3000元。恭喜开心，默默默。咁啊，我哋咧头先抽咗10位现场观众啦，咁佢哋咧亦都自己抽咗佢哋嘅 number 咧，而家按照次序你已经排咗喺度啦。咁啊，好简单噶啊，边位出线嘅咧就可以持咧争夺咧另外一层啦，价值200多万嘅洋楼嘅。咁一阵间咧就听我嘅吩咐咧就行事啦。我话一二三，接啲水喺毛巾度，你哋就接啲水喺毛巾度，好唔好啊？跟住话陈浩章，跟住开始抹，好唔好？好，而家一二三，接啲水喺毛巾度。好，接多啲，接多啲，接。OK， 得啦，得啦，陈浩章，开始抹。好啦，我分自己个 number 吓，唔好抹人哋嗰个喎。系，睇下边个抹唔甩嗰个就可以出线啦。七，好，试下先，抹下先。真係抹唔甩喎！哇，好嘢，好嘢！恭喜曬呢位幸運嘅觀眾，佢可以有機會爭奪粉嶺陸遊軒面積878呎嘅豪華住宅單位，價值2211萬1000。咁啊，另外九位朋友雖然冇出線啦，但係你哋各人都可以得到咧皮具系列，總值係2000元嘅。恭喜曬多位！恭喜恭喜！就你啦，係叫到企曬起身添啊！嚟嚟嚟嚟嚟，有冇嘢夾先？好。你都傻嘅，佢有乜嘢夾啊？要夾都夾我啦嚇！開始。哇！誒，你輸咗，你做乜咁聽佢話？你係咪中意佢啊？靚仔啊嘛！啊，靚仔啊！死你兩個！我哋驚人哋話我哋作弊。哇！啊，恭喜你啊，陳生。转八个圈，好啦，当转完啦，跟住咧就行过呢个榻榻米，戴起个眼罩，吹走呢个波，咁啊当你完成成个过程啦。咁啊，边个最快完成嘅说话咧，就系可以攞到600分噶，跟住就500分、400分、300分，如此类推啦啊。好。好啦，咁啊，首先边两个玩先啊？奇龙同光亮啦，好唔好？预备，个头一定要摆落个系。预备，开始。1 2 3 4 5 6 7 眼罩走得 OK 好嘢走啦
組咧就係汪阿姐 VS 陳苗英啦噃一樣原地要轉八個圈先啊！預備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一個，二，兩個，三個，三個，四個，四個，五個，五個，呢邊直好得意，六個，七個，八個，等等阿姐，有啦，我唔扶得你啦，走啦，快啲啊！錢龍同埋嘉輝一樣以20秒完成遊戲啊！但係嘉輝僅以100分之微贏咗，成為今晚嘅冠軍。錢龍揀份獎品補數啦，佢係揀到 Jace 送出嘅傾心金鑽鏈嘴，價值12000元嘅。而嘉輝就揀到志明精選三合一奶茶禮券，總值10000元。恭喜開收有金鑽！咁啊，呢個遊戲咧就係我哋嘉賓幫現場觀眾啦攞金元寶嘅，限時就係15秒啦。咁啊呢位咧就係張小姐現場觀眾，咁啊奇龍咧就幫佢提示嘅啊，俾提示。好。啊，光亮咧就係忽金沙嘅，咁啊限時15秒啊，邊個最接近10kg 就可以攞到40粒嘅金元寶。冇錯啦，如果咧啱啱好咧答正啊10kg，即係10.000咧，犀利啦。點啊？double 即係話咧有80粒嘅金元寶啊！即係80000元嘅。係啊。你哋靠你哋啲啊，幫現場觀眾啊我知道你哋啦。我數三下就開始啦，預備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動作要快啊！動作要快啊！快快！提嘅提嘅。重要重要。我推咗架車。喂，夠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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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拎啲嘢出嚟，整翻啲出嚟，多啲多啲，再多再多啲。好 ，OK。好，唔得啦唔得啦。哎呀，太多了。太多啦。8.875咁啊！第二位現場觀眾咧就毛小姐啦，咁阿姐咧就幫手提示噶，阿苗英咧就幫手忽金沙噶噃，落力啲啊！一樣15秒時間，預備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一，快啲啊！動作要。我係張台推喐咁樣。係啊。爭幾多？多啲，差唔多，差唔多，倒曬落去先，啲唔使啦，得啦得啦。我。哎，得啦，夠鐘。10.175好啦，第三位現場觀眾咧就係洪小姐噶，咁啊阿女方咧就幫手提示啦，嘉輝，嗱你負責忽金沙，落力啲啊，知唔知啊？一樣15秒時間，預備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雙手快啲噶，手快啲啦，手快啲噶，都見你試過流水嘅咩？快啲快啲，你試過快啲，快啲快啲，哎。俾提示佢啦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，不，繼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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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停停停停停，快快啲出翻嚟出翻嚟，得唔得？少少啦，停咗啦，好啦，個成績咧就係10.705，好啦，咁啊而家咧已經有結果噶啦，就係阿姐呢一組嘅現場觀眾咧就係勝出嘅，佢成績咧就係10.175嘅，啊請人嚟領獎啦，呢位就係毛小姐。家庭電器禮券價值5000元嘅喎，多謝曬。廖英揀嘅獎品就係個人護理產品，總值3000元。Lisa 姐嘅獎品就係 SQ2 第二代鯊魚丸，總值5070元及現金獎5000元。恭喜開心放飛鏢！咁啊，今晚嘅全場總冠軍咧就係張家輝啦。家輝啊，你聽住啊，如果你有機會中紅心，四支飛鏢中曬紅心嗰度咧，你就可以攞到今晚總值52萬幾嘅大獎嘅獎品，知唔知啊？啊！但係如果你中唔到紅心嘅説話咧，我奉勸你第一支中唔到紅心。即刻向外發展，如果中一你就攞到1份嘅獎品，中二就攞到2份獎品，中三就攞到3份獎品，
如果另外即係另外嗰三支同時中一二三五，表示你可以攞六份獎品，明唔明白啊？四支有四份獎品。係，但如果你兩支標中落同一格裏邊咧，都係攞嗰個數字嘅獎品啫，明唔明白？如果你掟到綠色嘅話咧，就乜都冇。得個玩字。好啦，咁我哋首先做咗安全措施啊，已經綁咗安全帶啦。係啦，所以屋企嘅小朋友同埋家庭觀眾咧，千祈唔好學啊！我哋嘅安全措施啦，係非常之安全嘅，做得。嗱，你如果預備好，你就話預備好啦，好，開始。哎呀！哎呀！爭啲彈落個三度啊！好啦，向外發展啦。係咁樣就，唉，人都癲啦真係。哎呀！唔好咁大力啊！佢冇得細力㗎，你細細力，佢冇得細力㗎喎。好，一份，一份，唉，你唔好咁啦，你中個三字或者二字啦。唉，我係中個三字。咁你都有一份大獎，落嚟，落嚟，落嚟。好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總冠軍啦，玩完啦，公益開心放飛鏢之後啦，佢得到一份大獎嘅。咁啊，呢度有十個 number， 你睇下你揀邊一個 number 啦。咁樣啊，咁樣呢個都好噃。邊個啊？我哋廣告翻嚟再。好多心喎。咁我啊，你自己掹啊，自己讀啊，自己讀啊。係飛達高級家庭音響禮券，總值20,000四份。即係有80,000咯。啊，係喎。啊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其他豐富大獎仲包括有 TMIX 時尚皮鞋專門店禮券，總值10,000及現金獎5,000。Vanco 流行時裝專門店禮券，總值10,000及現金獎5,000。Acer 多媒體家庭電腦連軟件套裝，總值23,000。Edus 專業護膚品系列及美容禮券，總值18,000及現金獎5,000。大寶珠寶送出嘅18K白金美鑽善心頸鏈，價值23,000。翡翠騰氣送出嘅家私及窗簾禮券，總值23,000。福辉珠宝金行送出日本珍珠颈链，价值23,800。欧蝉全自动气压健康以及健康产品礼券，总值23,000。康富企业集团送出嘅健康床垫及产品礼券，总值23,000。咁我发觉咧，即系今晚玩完游戏咧，我哋嘉宾啊有啲攞四份礼物，系光良同埋阿姐咧得三份，不如一人俾你哋拣多一份，好唔好啊？因为我最紧要令到我啲嘉宾 happy 啦嘛，阿姐拣先。Lisa 姐拣到。挑战者送出的汽车美容护理服务，总值18,000啊！黄光亮就拣到卡士汽车美容礼券，总值17,160。而今晚六位嘉宾得到的奖品总值接近400,000啊！恭喜晒！全场的观众咧系可以得到缤纷爽肤沐浴露、4+4定型啫喱水，同埋鱼尾鲍鱼虾子面礼盒噶。买咗公益慈善券咧，就有机会入嚟咧，就参加我哋游戏节目，同时咧就赢取咧就系洋楼同埋黄金牙。冇错啊！只要大家咧喺咧6月2日之前啊，喺咧各大代售机构咧购买公益慈善券，将个票尾咧寄翻去公益金咧，就有机会咧入嚟同我哋一齐玩游戏，赢巨奖，赢洋楼。咁啊，公益慈善券咧只不过系10一张嘅啫，咁啊收入咧全部咧拨归咧就系公益金作慈善用途。冇错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，我哋下星期再见，拜拜。哇！飛姐，就光良個樣啊，雖然係好靚仔都算聲啊，好似初初我見到光良我都驚驚地嘅嚇，但係咧有一次咧，我喺卡拉 OK 撞到佢，我原來發覺光良唱情歌咧真係冧死好多人啊！如果命裡早注定分手，無需。为我假意话，跟住扭啦，扭啦，系咁多啦。冷静啲嘛，冷静啲嘛，又系我啊，系啊，哎呀，喂，天明，我哋系朋友嚟，都沟晒啲女。蔡少芬好耐噶啦，俾佢追咗佢喎，好乞人憎啊！你中意邊個啊？蔡少芬啊！